我们我们出发，我们出发了，我们出发了，冲冲冲呀耶啊，出发了出发了，你妈真的好，大哥怎么还在多啊。我们到千岛湖了，千岛湖这个海还是河啊，湖啊，千岛湖，我们来了千岛湖，这是江，千岛湖啊，这是谁啊，千岛湖我拿的那个大哥玉米粉吧，对，想哪一头呢，家里还不嫌够吗，想吃这玩意，再来四千只，四千，再吃四千只吧。你穿统一穿这个衣服，特别像某种特别奇奇怪怪的组织，是吧？就红包大队。那是怀上了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老不点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？你有单间儿的？我烫好长的胡子。刚才学到了一句话，叫一亩田万元钱，就比如说我们身后这个田啊，它是可以养藕养甲鱼养鱼的，所以就是叫综合性养殖，现在这个真的立体性养殖真的，如果还有以后很多季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这个生财之道，主要以前没有经验，这次出来学习真的很开阔眼界，所以还是要多出来走走。我们起得好早，在吃早餐。我们，但是这个早餐好丰盛啊！这个早餐真的这么多种类，好好吃。这不是吃的真的很早。看后面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景象了。哦，天哪！眼睛里面都是岩石，脸都没洗，牙没刷，来吃早饭。太舒服了。哦，你为什么不？你幼稚，你幼稚，幼稚。说到这个，幼稚。渔家村最猛的男人，喝酒才写句故事，不能及时表达，有什么好吃的了，小羊怎么叫的，像小狗，这怎么奇怪，啊，老不点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，你有单间儿呢，甲鱼打包过程，挑选完毕。怎么了，宝子？困了。农家腊肉，哎呀，太香了，看起来。我最爱吃这种炸豆腐，特别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啊！欺负李桂英现场啊，大兴。没事，我怎么地猛男？说，对镜头说。对镜头说。别特解释，你们俩，我该说谁呀？我，谁是？给他一拳！你为什么对别人不是这么说话？啊，我的爹！今天的学习结束了，大家还早点休息哦。终于来。
哎，我忍你很久哦，我忍你很久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得罪我了，得罪我了。哇，这也太美了！吹油，好想做完。红包，哟哟哟，哟，打得快，红包都比你厉害啊！哎呀，哎。陈哥，摄影机记录你了。你狗都不错。我是谁？做你的第 N 杯奶茶，哪怕西北风在外面刮。我哥玩这个就是，哇，这个咋过呀？专家。哎，你不是太……我发现老大、老三都没上，只有老二上车。我想这个卡的倒挺尴尬的。大哥，大哥，有点难度。要坐我路呢？哦，这么的，那我就这么下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那我这么下了。惊觉下，你的体温我总无法解答。我最笨，见面说话总犯傻。情话到嘴边也只能咽下。爱你的心绝不参加。耿云，今天出来心情如何？真棒啊，他们都走到前面去了。其实这里更适合马哥，一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去感受这种微风拂过耳梢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他们太闹腾，太闹腾了。太闹，需要些沉稳。用重庆话来说就是老马了，啥意思？老马了，老马哈哈了，就非常吵，非常吵。这个时候你才能感受到正儿八经的这个环境带给你的那种舒适感，太舒服了。哇，享受片刻宁静，真棒，真棒，真棒。来看一看超市的辣椒炸鱼，研究研究市场是不是？大家，出发喽，出发喽！漂亮的千岛湖到了，好多好多的小羊仔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当初试录的时候，我在这一片红薯地刨了4个小时，你整整一上午的这片田地，现在重新踏到这片田地上，还能想起来当时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的汗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就是我曾经挥洒汗水的地方，还是这么的漂亮，有微风，有鸟叫。真棒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就坐在这个地方，喝了一口水，待了几分钟。这里还是那么的漂亮，四面环山。猛男种地的第109天，我很佩服你的创意。你现在在我行李箱里睡了一晚上，你是表情？又去玩了，小黑帮。但是我不想待在那个地方。红包。开心啊，今天。哇哦！
行吗？哥，你不用下去。好茶，且打呼，大哥在弹琴，这些人在打游戏，你好惊恐，包总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瑜伽村到了，瑜伽村，坤哥，我们到了，我衣服姓于，看看别人的小羊羔子，这小羊走过来，小羊羔子，哎呦，换人，我们现在就是，一百斤。吃饱了，吃点瓜子，喝点茶，晚安。今天的你也很辛苦，明天见，拜拜。陈伯儿，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，嘿，把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了很凉快，就是这样回忆起来，第一次告白，尴尬的我。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，你说活在今天的你也很辛苦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千岛湖我们来了，千岛湖这儿江千岛湖瑜伽村到了，瑜伽村最暖男人，发际线最高的男人。杨的 grandmother， 今天我是摄影助理。不是摄影师，主摄影师，我是助理。然后晚点就会把他拍的照片放出来。大哥，谢谢。必须今天给你拍明白，李总，真的。那你放出图，让网友们看看他的笑声。下雨了。这个对。什么？阿达，开饭了！晚安。听好，老婆都睡。欠我多少钱？你欠我多少钱？来个晚安。我再给你十分钟浪费。哈哈哈哈哈！走了，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什么晚安？还需要我陈伯儿亲自说呀？晚安。陈伯儿的晚安那是要收费的。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出去春游啦！嗨，不是小陈儿。哎，你好。差不多呀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那是哥有点黑了，我咋黑的一头子都？好黑啊！黑不黑？我不就一直这个颜色吗？哎呀，这谁吧？不会自己的自己跳得很好吧？啊啊！
跳舞界的淤泥，泥石流，淤血，淤血，泥石流。钱波，我不认识。钱波，哎呀，来给镜头打个招呼。Hello， 真是菜呀、啊。陆楚，你行不行？陆楚，哇！不是，怎么尴尬了呢？吸猪！猛男玩这个是吧？猛男，猛男，不懂。这个水太腥了，丢啊！回家，晚安，拜拜。想用兄弟们的风格做一期 vlog， 走起！今天是猛男种地的第110天，红包。夹不动了、哎、下楼吃早饭，今天早上的早饭干着也太好吃了吧，我赵波实名想吃啊，今天上午还可以去田里玩、哎、真的是好开心啊，哎，这有一个好大的菜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菜呀、啊！我真的是好开心啊，董事长你说几句吧。哦，既然让我说几句啊，那我就简单说几句。也是想了想啊，就是这两天啊，我们一起，一起，对，一起，然后对这个农业啊进行了一个学习。我相信这个学了这两天啊，一定是比没有学习的强，对，然后大家这几天也都一起，一起，对，少年之家今天中午吃什么？西北风，后斗门名菜西红柿炒鸡蛋。今天我们收工了，这两天和兄弟们一起出来学习，一起玩，很开心。然后也希望明天回到家里以后，大家的工作也能加快进度。然后希望我们明天会变得更好，真棒。今天的你也很辛苦，晚安。886，兄弟们，我们出发了，出发了，种地再出发。墨镜给我戴一下。嗯，好，戴我一下。哎，上面，看不见。主要是冷，我就把头。我们出发了。哎呀，这墨镜挺好看的，陆卓能送我不？你送了，当然送了呀，580、哎。你给你转，你给我不？美金。我说的是英镑。傻子吧你？都到我脸上了，可能还给你？不可能。886，你的床没了。哎呦，最大的事。怎么还没到？
到千岛湖了，不让下去吧？但是还得开好久。大哥，一本儿，好，这段必须用。我们马上到了。哎，这就是我曾经。我们回到这边了，真好。阿姨做的菜太香了，阿姨非常想念你这口菜。真的？太香了。嗯。我们又来学习了，学到好多这一套。因为我最近养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其实还有好多问题。但是跟这青岛湖这边的胡杨老板聊了之后，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还有我们很多的疑问，现在都得到了答复。味儿小了很多。我们吃完饭了，然后今天就收工了，所以滚八八六。他们种的菜都好好看，太好了，青岛湖真的太好，随手拍。广阔天地，大作为。不怕肉比你爬得快，不怕你走都不如啊！怎么回事，陈默？爸！哎呀，教授！教授！这些东西，干嘛？陈大侠，我要看你输的。坏了，这个。还行，这是这个吧？还行。那行，哥们儿就是没怕我这下胆大。哇，哎呀，哥们儿，姐能揣你兜里不？姐。哥就没在怕，你看哥待会儿叫他叫呢就完事了，你别松点，你别叫太厉害了，怕吵。我不怎么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工作人员不在这边。哇哇哇哇！快点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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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八八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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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路上发现了一只睡着的小红帽，哎，它又醒了，不要睡着啊宝贝儿，马上到家了。哇，这就是千岛湖吗？好大的一片湖啊，我真的很想下去游泳呢。哇，经过四个小时的旅程，终于要到达终点了。朋友们，我们到了，我的探险之魂又一次燃起来了。我真的很想去深山老林里面，虽然说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虫子吧，但是赤如想要探险的欲望愈发浓烈呀！啊，好想去呀、啊！中午好啊，家人们，吃口饭吧！哇，今天来参观养羊大户。随机找一只小羊拉去做烤全羊。但你说啥？这个真的很？就你了，就你了。对，你是个超能力。散。哎，散。散，哎，超能力啊！怎么，请问怎么评价烤全羊这道菜？没事吧？
怎么评价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这部动漫？怎么评价？哎，采访一下，你有没有吃过烤全羊？采访一下，你有吃过红烧羊蹄吗？天空下起了小雨，不知道各位看官有没有看到空中飘下的雨点呢？哎，看看这一片的油菜花，可真是美丽呀！哈哈哈哈！接下来让我们去参观一下下雨吧。采访一下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吃饭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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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今天下班了，今天收工了。我们今天看了好多，学习了很多，结束了今天的学习之旅。真的很美啊，是一条路，是一路走来，真的很美。好了，我们要怎么休息了？那好，明天再见吧。大家记得吃晚饭哦。哦，记得吃晚饭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！到了家人，看呐，这绿水蓝天，还有一个猴子。哇塞，这个水它是绿，它是青色的，蓝色，青蓝青蓝，好帅呀、啊！那会儿结婚证，路边的野花你别采摘，哎哎哎哎哎！看起来的最爱，这就是深山老树林吗？真的是很想进去探险啊！这是野生红包。汇聚全一个野生的游乐场，让我们大玩特玩吧！棒吧！玩了这个会吐，那就让我们来试一试吧，启动吧，嘿！这里有一个悠闲的大哥在那骑猪。这个小风车真的是很漂亮呢，真是让我想到了我的小时候啊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短暂，今天的游玩结束了，今天的考察也结束了，哎，难得放松一次，哎，真的是很开心的，但是哎，结束了，看天已经黑了，我们要准备回去休息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们出发喽，春游喽。千岛湖，这个海还是河呀、啊？千岛湖，到了，到地儿了。你上面那个大鹏，我开始。要不要收水杯？收水杯。对，我给你收去。哇！小羊崽子，小羊羔。你开心吗？你几天洗一次澡啊？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？你们在这里待了多久了？请问你饿吗？男儿的本领难以想象。喜羊羊，喜羊羊，懒羊羊，沸羊羊。
昨夜的红太狼灰太狼，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羊儿的难以聪明想象。羊类幼崽。我们要出发去玩喽！啊，这个交给我。这像救命路。哇哦！呜呜呜呜！太美了！出发喽，出发喽！今天跟兄弟们出来团建来了，特别的漂亮，这边的风景，哇，真的被震撼到了。这个湖水是绿色的。哎呦我这是要碾压我的意思呀，一来高难度，哎，平时就看着别人比我好，就下来，那是必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哎，成功的感觉，我感觉。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家路？他就这一段比较难的，万一把孩子摔着咋办？这有点危安全。没有，他中间这个咋办？哇、哦！给我拍一个。哇哈哈！他挺快的，我自己踩一下。哦，好呀。放手，三二一，放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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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太帅了！阴天我们就回来了啊，玩了一天真的有点累了，吃饭睡觉，拜拜。